我有美肌，我有美肌，我有美肌的。好尴尬哦！哇哦，都有谁看的、啊？嗯，全世界都在听你唱。哇，可是我不会唱。这是宋祖英的版本啊，年轻人的版本快一点。对，就是美声版，没有听过以前的版本。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就是美声唱法的。嗯。芬芳美丽满枝啊，又香又白人夸。对、啊，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，茉莉花呀茉莉花，来阿姨骂成跟念经一样。哇！哇哦！我们选了一个高难度。